大夜里头就看上了，那明儿就出不去了呗，明天就出不去了。我们后边那儿也焊着呢，我们这小区里不会有了吧？我们这小空间里都不睡觉，这在底下，你瞧瞧，这是干嘛呢？这是，这应该是居委会的人吧？这是焊呢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吴邑小区的创建。位于闵行区梅陇镇的世纪苑小区是闵行区的第二批吴邑小区，至今已经保持无阳记录41天。在世纪苑小区门口呢，还设置了场所码、数字哨兵等等啊，来加强门岗管理。那么他们创建吴邑小区的过程中有什么经验可以来分享呢？我们也马上来连线梅陇镇世纪苑小区党总支书记、居委主任于丽娜。于书记您好啊，首先呢，我想请您给我们做个介绍啊，您所在这个世纪苑小区它有多少居民，规模有多大，先让我们有一个感受啊。同时我们也关心你们是什么时候创建吴邑小区的。好，主持人你好。我们世纪苑小区呢，建筑面积在17.5万平方米，有42个门洞，1045户居民，常住人口有2715人，在今年5月16日成功创建成为闵行区吴邑小区。其实大家也都很关心，就是创建成为吴邑小区之后，对于这个小区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是进出更方便了吗？对于居民们来说，他们的感受是什么？哎，于书记。哎，你好。哎，您听得见我的问题吗？听得见我的声音吗？我们可能刚才信号有点中断，现在可以了啊。哎，
好，我刚才问啊，就是关于这个无疫小区啊，大家都挺感兴趣的。当一个小区创建成为无疫小区之后，对于这个小区的居民来说，它意味着什么呢？是进出更加方便了吗？还是怎样？啊，可能是信号的关系啊，我们跟于书记的这个对话可能有点卡，我们看看还能不能联系上，不行的话我们可能要稍后继续来连线。上海，我终于解放了，终于到家了，终于到家了。一份招标，太给力了。同志们，王府井啊，王府井，这儿封了。再看王府井，一个人没有啊，可以走，没人。哇，呵呵，太爽了，就是骑车的人多，人可以走。来。下午一点的王府井大街步行街，北京最繁华的步行街啊。谈的我们这个小区啊，好的呢、啊，那么我们要求我们可以出去吗？我们20天没有阳性，现在不能出去。那什么时候可以停了？我们会通知的，好吧？那什么时候？什么叫你们会通知的？我们在这等到7月份嘛，天天在居委会在门口摆，到时候来给我卖东西给我们吃。我也理解一下，不要。我们卖东西，我们理解多少天了？天天在那卖东西给我们吃，我们平时要卖门口的，我们要出去买。你要买什么？我想买什么，我自己出去买，不是在这里等着居委会卖给我。很多店也没开呀。不是，有的是能开的，好吗？我问一下，现在是我，你们要先看我们人身自由。外面的店开不开，跟我出不出去是两回事，好吗？你出去是不是想买东西吗？不是，我出去是不是我一个人的自由？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。因为2个月了，2个多月了，对吗？我们的身体已经出现问题了，我们小区你看这么小的，没有一个绿化，我们是人，我们每天看着那个这样穿的窗户，快要死了，知道吗？快要僵了，自杀了，知道吗？我们这个跳池城的这个身体已经不行了，还要等我们死了，我们已经够配合了，我们够配合了，懂吗？你别动，我问你接到的人。你不要激动，那有什么事我们去听。我们说了我们的事情，那我们要出去。我们把这些破烂收起来，我们不买这些东西，我们要出去。我们可以不要包里，但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答案。为什么我们是人，懂吗？知道，我们不是机器人。理解的，理解。你怎么理解？不要激动，我不理解，你怎么理解？我们没有人啊。You see, you are physical outside, enjoy the weather and everything. And what about us? 他不是要准备那个民宿吗？Look at you, you can go outside, and we. 我们现在不是离不离不的问题，是这扇门的问题。我是看着外面是谁？啊，外国人可以走，我们就不可以走了。你可以离户呀，我申请了呀，不让呀。没有呀，你是返乡吗？是返乡吗？你是返乡吗？我看着外面死不了，你回家了，别进来。You should come inside to see everything. 一个一个来。We want to go outside now.Today is 25th of May. We can all stand with this. 68 days. 你们可以进去看看我们小区什么样的。这个疫情发生以来，我们中国为全世界的疫情提供了非常良好的一个典范，同时也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。
那么上海在疫情防控当中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。那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，尤其是钟明副市长的亲自指挥下。